台南市107年度宗教团体兴办社会公益事务基友表扬大会，26号伫东东餐厅举行，由台南市长李孟彦颁发奖牌，表扬77个兴办社会公益事务杰出的宗教团体。其中经过推荐，参加大进步表扬的有恩雅上帝庙、正雅金母殿上帝庙等23间，表扬数全国上多。另外由各区区公所推荐。接受慈父表扬的有财团法人花山庇护寺等54间，都要感谢咱各个宗教团体啊，对咱台南市政府的支持啊，对咱台南市民的贡献加关心哈。啊，因为有恁的道三工，所以咱的市民啊可以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我们的社会的风气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导正跟改变哈。啊，我伫遮嘛要向大家报告。就是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宗教团体法，宗教团体法，因为关系到咱的这个很多公庙，因为土地上的问题，没有办法完全的合法化，所以宗教团体法是可以彻底的来解决这个在合法化的过程、立案的过程、土地的问题那另外也有相关的其他的包括税金等等的大家的考量。所以我们希望将来宗教团体法的立法跟最近立法院在公宗教基本法那个是有点不一样我们支持的宗教团体法我觉得是更符合大家的需求，更中性，但是也兼顾整个社会的这个正义兼顾社会的正义所以后面的宗教团体法的立法跟推动，我想市府会以最大的力量来支持内政部推动宗教团体法阿玛提巴能够早日的通过，让我们各个寺庙、各个宗教团体都能够在一个合法立案，在一个合法的经营，能够更加的兴旺，更加的得到各界的支持。